我了，猪八戒。我说了我会找他麻烦，广智，我把他找了。接下来我们出凯凯，因为天蓬元帅猪八戒是模仿，所以全票打飞凯凯，好吧？什么情况？广智铠甲我刀的，可以啊，随便都行，反正我虎先锋、铁扇公主，我们三在一块，我们三觉得谁都没有动刀啊。但我又觉得这个红孩儿的这刀还是有点可疑的，可以怀疑一下。一好一坏，我反正听你们归票。铁扇公主让我投我就投，就这样吧，过。反正先听听天蓬元帅和毒敌大王的说法吧，让他们俩聊聊呗。过了。是的，我波神还有铁扇公主、铁三角啊，听听。凯凯是狼，我是模仿，我直接点他了。然后待会出去记得那个，没事了，反正出凯凯。OK， 那先出凯凯呗。完了我好带啊，待会儿进去我跟红孩儿对刀，然后旭姐说他是，我说，他说你不是夏令群，我才真的夏令群。他说秃鹫啊，我就砍他没砍着，然后待会儿后面进去，我来观察跟你对刀。造谣，又在造谣，笑天。哎，我操！这什么局？这是我操！我操！我狼队友也说我是狼，说这个的。我狼队友也说我是狼，然后模仿也说我是狼，啥意思啊？谁是模仿到底？黄富富也是狼吗？我操！夏令群，你把他吃了！你肉少啊！你怎么说？为什么黄不是你的狼队友、啊、我看到你在里面，我看着他和我活在一起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看你在里面，我就往里走了。然后往里走以后，步步直接跑进去，开始大喊我进屋了。哎，然后我就觉得你是好的。然后我刚想说撒给咱俩，跑到他这是模仿，然后你也下去喊。啊！我直接拉您了，受不了了，怕你们死了。来，黄富讲两句，黄风大圣、啊、过来。黄富什么情况啊？说说吧，黄风大圣。哇！还是黄富先说的进屋。哎，朋友们，在说黄风大圣的同时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。谢谢探战他的舰长。是，首先，凯凯一定是狼走的。凯凯的狼队友是谁？是黄风大圣。然后，哮天犬是什么呢？哮天犬是我们公认的，对不对？他是那个。那么圣印大王轰海尔他把广智刀了，他又是什么呢？所以说大家记住了，出完黄风大圣了以后，复活了以后啊，注意这个圣印大王轰海尔啊，你别看他在这起哄，他一定也是什么猎鹰啊。我以为黄风是好人呢，我想说我也跟着一起报一下，他肯定不是好人，懂不懂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就说过开局进物一定是模仿，所以当韦后真进屋的时候，我直接断定他是模仿，我就是人心大海，想给他张出去。他妈的，谁知道你是不是队友？你是我队友就算了，你还是个肉勺，我真是服了。我他妈还是个专杀，我还不能拼一刀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我操，你是肉勺吗？小天无敌的肉勺，我任务进屋啊！黄蜂大圣自己卖队友，还怪别人？注意啊，呼喊啊！我去给他当。没有人听我说话，你等着，一万人我也会找你麻烦，你等着啊！你还虎先锋砍什么刀啊？天命第一张砍的就是广智，第二张砍的就是你虎先锋，我会找你麻烦。富姐，我还以为你是模仿呢，看到别人进屋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以为你是我队友呢，就是一起想造要把模仿张出去，你知道吧？我他妈看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我寻思随便进一个。肯定有一个是我队友啊，他进以后右边的在磕我。开局就进屋的，不是不是。谁刀了？哦，我刀的笑三啊，笑三是秃鹫啊，他第一把就给我爆了，问我有没有饭吃，所以我一直在追着他刀，我第一轮没追上，然后他就
在我前面发言说他，我以为准备是模仿，刚准备和你笑他，结果你也跑下去说，他也跑下去说，刀了人参果，然后金甲犀牛刀了红孩儿，嗯，应该是这个顺序，听一下怎么说吧，不要把 C 哥把 C 哥出了吧，过。哦，我发言，我刚从那个暂存准备区走到进，哦，就没了。我觉得后海应该是坏人走的，那还剩一匹狼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过。哦，我没碰到任何人啊，过。你怎么嬉皮笑脸的，铁扇公主？那我反正觉得是从金甲溪流和铁扇公主里出不出呗。我本来想出红孩儿，就红孩儿竟然死了。那红孩儿那刀反正我感觉不认好，金甲溪流那刀可以认好。我怎么感觉那个铁扇公主有点憋不住笑呢？怀疑过。啊，顶楼上啊，听一下 C 哥怎么说，不行就给 C 哥出了，过了。给我出了，现场一共出刀的人就三个人。我林旭子圣衣大王红孩儿，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干了什么事儿。圣衣大王红孩儿直接到了天美人参果，天美人参果说干什么，说可以动刀了，去找火前锋。结果红孩儿一刀给天美人参果刀了，我眼睛一红给红孩儿刀了。林旭子这个时候是什么呢，林旭子在红孩儿开刀的同时给谁刀了，给哮天犬刀了，别忘了别念了，师傅别念了。我就觉得那像有点像有趣的样子，我操！你不是警长啊？被欺骗了吧？我是警长啊！太捞了，太捞了，太捞了，太捞了！铁扇公主，我以为他是警长。哎呦，被欺骗了吧？不谈，没事。铁扇公主，这把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把你两个都有第一局爆了。真的。你没事啊，太夸张了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是没办法。齐天大